2016年安利益智源杯即将登场，预组各赛高手云集。B 组部分更有两位外形出色的好手，第一位就是中国的九球天后潘晓婷，曾在2007年安利杯封后了她，一直以来都是各大赛事的佼佼者。虽然近三年成绩不如预期，但论球技和经验，要闯进复赛难度不高。而第二位撞台美女，号称韩国小魔女的金佳映，两度在安利杯勇夺冠军，相信去年只拿下第九名的她一定很不甘心，要在本届比赛卷土重来。尤其金佳映她的这个球技是全面性啊，那她的实力哦，也可以说是夺冠呼声每一届都是最高的选手之一啊。金佳映可能会是B 组第一名进入16强啊，我在这边大胆预测一下。虽说潘晓婷、金佳映要晋级的希望浓厚，但要为新面孔要多加注意。来自葡萄牙的 Sara Rocha 在欧洲小有名气，除了有8次全国冠军，还在2016年欧洲锦标赛拿下第3名，实力不容小觑。这几年他们的欧巡赛办得非常非常的好，而且非常的频率算是蛮高的。所以我们看这个 Rocha， 当然他也是欧巡赛的选手之一，那我觉得他有可能也会是这次晋级的人选之一。同样首次参赛的还有52岁的澳洲老将 Annette Greig， 而且别忘了 B 组还有一名外卡资格，到底谁能在5强3的分组预赛出现，相当令人期待。 YTV 新闻综合报道。